上帝以风为使者，愿神圣的灵风吹拂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得着滋养。上帝以火焰为仆役，愿神圣的灵火再次点燃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重燃对信仰的热诚。和平彼此联系，在面对极大张力的社会与工作、家庭环境中，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。
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